决的理由其实就是历史博物馆要进行地下室的处置啊，但是地下室的处置必先得到这个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审议才能够进行啊下一站。那我们就看，那计划主任就是我个人的资料，见附表二的资料，发觉现场的常驻人员有两位，啊，董佑祉跟蒋炳珍都是考古所的锁定组担任助理，他们两位现在都已经具有法定的考古专家的资格，啊，第三个是考古遗址发掘的基本资料，详见这个发掘申请书，那。我们都比较清楚地写出遗址的范围跟历年来我个人调查以后扩增的这个遗址范围吧。下一张。那我们的发掘目的其实就是，假若这个历史博物馆要做地下室也获得允许的话，那么它因为地下已经钻探，却只有两个文化层，所以必须要用考古遗址发掘的记录保存方式来保存各项资讯，然后完成以后会依法完成考古发掘报告，可以作为展示交易建立的基础资料。好，然后呢，厘清这个遗址在东侧的范围，因为这个遗址呢，它的东侧范围大概就以前的钻探资料，大概在这个科教馆旧的科教馆跟这个历史博物馆之间，但是确认的范围在哪里，我们并不是非常的知道。发掘期限呢，这个是13个月内完成，后面的这个规划预计时间大概被干掉哈，就是实际发掘期只是假若通过的话，由委托单位来文字为准。好，下一张。那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所有的经费，好，然后下一张啊，那这是我们发掘的位置跟面积，委员提到的这个安全措施，然后。防护的架以及出土的措施呢，都在这一页或者是下面的这个比较详细的报告书内容，计划书内容里面给予说明。好，下一张。好，那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是有一些旧的资料，但是图面我们已经更新了，就是历史博物馆提出来最新的可能会做到地下室的范围，因为这个做到地下室的范围，事实上都在我们。而且经过专探确认的遗址可能的范围内。好，下一张。那整个发掘计划书的第8项就是考古发掘的方法，以我个人的发掘方法，我是采取文化跟自然层位交错使用的这个发掘方法，而假若有比较厚的历程，我们会再做细的区分。好，这个是我已经惯常所使用的方法，现在也得到台湾绝大多数的其他的单位学习跟使用。然后这个是一个连续性的开发的发掘，但是会跨年度，因为是13个月啊。然后再过来是我们整个过去发掘申请记录，因为比较复杂，我就写在计划书里面，在这里不罗列。好，下一张。出土遗物的管理维护计划，就是我们根据出土遗物，我们会运到我们的临时工作站，然后在临时工作站运到城道的工作站，整理好了以后，写完报告，做完清册，会由这个台北市市政府的文化局，也就是主管机关来决定要送到哪里去保管，或者是请他暂行保管，或者是交给历史博物馆来保管。另外就是我个人的历年来的近3年来的案件执行的情形，事实上现在都已经完成最大的案子，台中市的13期，大概在12月就会全部完成。好，下一个。那这个是发掘计划书的附表，就是申请资料，这个都是制式的表格。好，下一张。那发掘这个制式的表格现况的照片。好，下一张。这是我个人的资料。好，那个毕业证书因为已经找不到了，所以这是刚看职校整个毕业证书，我的毕业证书是好找的啊。下一张。好，那这个是考古所现在有8个专任的这个考古合格的考古人员，好，几乎是台湾现在数一数二大的单位。好，下一张。那这是我们的标本整理室啊，然后以及空间储存的范围。好，下一张。好，那这是成大博物馆里面的恒温恒湿室，
那因为我也兼成大博物馆的馆长，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管的。所以讲座有非常要紧，需要恒温控制的标本。储藏的场所，成大是没有问题。下一张，然后比较一般性的场所，成大还蛮大的。土地的同意书当然就是由史博馆来同意啊。好，下一张，那这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报告，我做一个说明，就是说为什么必须要先申请发掘许可，多多少少跟我们双方的合约有关呢？我必须要发掘许可，因为这个许可有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历史博物馆得到我们这个委员会同意，得以新建地下室。可是呢，反过来另外一个东西呢，我必须要先申请这个发掘许可，才合乎我们合约的要件啊。所以呢，我觉得是可以采用这个，大家假如对我的发掘的许可审议没有意见的话，可以暂行同意。而假如委员会不同意历史博物馆盖地下室，那这个发掘许可自然就消失。啊，这个是我的一个要求，要不然这个案子啊，在这个阶段的行政程序上已经绕了将近一年。好，所以对成大来讲，我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我发不出助理的薪水，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因为没有办法依照合约给我费用啊，所以等于是两个是搅在一起，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我是觉得可以用这个附带决议的方式，就是说这个通过的前提是历史博物馆要得到委员会的许可去进行地下室的开挖，那这样才会有考古发掘的行为，要不然这个考古发掘的许可就自然而然的撤销。那这是我的建议，请大家参考。谢谢刘教授，我们今天有请两位这个咨询委员是不是请两位咨询人来表达一下意见？那个陈马林委员。利用计划跟那个新的地下室那一块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没有在那个再利用计划里，地下室没有在再利用计划。然后我们原先跟他们说明，就如果没有在再利用计划里面，要用请造。那现在因为建筑线跟建筑面积的关系，好像也请不到造，所以他们又想回来再去用。因计划的方式去盖地下室，那你要先把那块写在再利用计划里面，所以那个是要重写才会通过。那刚刘老师讲的就是他希望说这个发掘案如果能够过的话，他那块他们自己再赶快去处理完他才可以动。所以原则上他不能就说因为我们这个通过他就去挖地下室，那是两回事啊。那如果要做，他也要重新再涂一个。对，就是今天的这个申请。建筑本体的图面，原先送审通过图面跟今天有点不一样。那就是
这几个要先澄清嘛，先厘清可不可以拆掉历史建筑的本体啊，然后当它挖完以后再来处理。好，那个要做补充说明是不是？跟委员会补充说明，就是我们这个案子就是这个地下室的扩充的部分，我们其实在去年的六月二十号有提送第107次的委员会审议我们的整个修复再利用的规划设计署图。那当时这个地下室扩充的范围已经在这个整个修复再利用规划设计的书图里面的。那但是在105年我们送文化局备查的修复再利用计划的确没有这个地下室的部分。那我们也想要请这个委员会能够同意，就是我们后续因为就依据我们去年6月25号同意的规划设计书图来补提修复再利用计划的这个文化局备查，就是地下室的部分。那另外刚刚李老师、李委员有提到这个拆除，就是我们的修复再利用计划有没有涉及要拆除这个历史建筑本体的部分？其实是没有的。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地下室的考古发掘，其实是在原来的地下室的部分区域，就是看委员手上的报告书应该有会做那个在 B1 的地方继续下挖到那个3.6米。部分。那另外在现在的图面，这个淡蓝色区是我们这一次会扩充出来的，下挖到补充那个地面层，平面的地面层下挖到里面所有的范围。那至于历史建筑本体的部分，我们是没有动到的。谢谢。好，那个再利用计划是文化局应该审书图的部分的话，你该请照还是要请照，原先就这样。那如果书图里面没有请照，你要回到再利用计划没有因应计划的，你要重新报。好，然后你书图部分有不一样的要说明，好，因为老师觉得有不一样。那其实也有很珍贵的东西在，可是如果就南海学院过去在想象中，现在的就以前的科教馆还有现在文化部在做的那个什么手工艺啊什么之类的，为什么不能从一个更高的层次做一个整合的使用？这当然这不完全跟这个有关，可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啊，因为它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面必须要做，然后其他们的东西可能没有像他那么对我来说那么 priority， 那这个东西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变成在一个很困境的地方要去处理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想请教，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未来的史博馆可以存活吗？还可以再发展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事实上，如果今天假设没有过，那我们的整个出入口呢，得再重新设计，那甚至可能还要再送审一次。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事实上我们也有争取到一些新的空间，包括我们在那个文化部呢，在靠近南门市场那边，我们有买了一层大概160平，那我们的综合库呢，也正在新建，大概有500平左右。那在植物园那边，我们还有那个台银宿舍群也会给我们一些，所以事实上我们也没有那么悲观。那如果我们没有地下开挖的话，大概简单来讲，大概少了150平左右。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今天如果没有过，那我们势必得重新在整个的动线图再重新设计，这是我们现在很紧迫需要。因为2021年，假设我们每年都要必须对立法院解释说为什么我们的进度这么慢，那我们说实在一次两次大家也都会很烦，觉得那你是不是没办法执行，否则的话怎么老是一直延宕，这也是我们现在很迫切要处理的问题。谢谢主席。我非常抱歉，因为这个很抱歉，因为这个事情我大致上从
原来的金建会时代对南海学员的处理就已经有参与了。我知道历史博物馆原先就一直有这样的计划，可是我现在我也觉得文化局刚刚副座谈的这个问题就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必须要在因应计划里面先取得地下室的使用或设置的许可，而这个使用设置的许可，不论你是在这个建筑物的申请，或者是在文资的再利用因应计划都可以，这个我都没有意见，而是历史博物馆的这个申请的案子，按照现在我们资料上的所提供的资料来看，它其实是差一步的，是还没有完成地下室的取得的审议，所以可以不可以准这个上一个那个长德街地下道的案子，也就是我提出来的只是考古遗址发掘许可的审议，假如这个许可的审议是可以，我的资格跟机关构的资格跟我的发掘方法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一个暂行通过。而暂行通过呢，要件就是历史博物馆必须要取得现行这个地下室空间设置的许可，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要不然我们申请案子已经非常久了。啊，假若说这样撤回的话，我就必须要跟历史博物馆重新订过双方的合约。啊，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可以这个样子？那也希望大会能够决议，请历史博物馆紧速提出这个营运计划和地下室设计的申请，或者是向建管单位提出申请，反正给一个这样的结论，他们就可以依据这个结论往下做下一步。以上。好，来。综合刚刚的意见，都整合一下，大概这个部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开发许可，第二个实际开挖工程，他要做地下室，第三个是他的这个所谓的应计划。那这三样东西呢，是在完全不同的东西。开发许可就是说我们看他有没有资格，符合不合资格，他计划是否合格，同意的话我们开发。如果说在开发过程中发现有重要的重大的考古遗址，那它势必要停工作为保护，那后续的开发那就不用说了，当然停工不能再停，那后面的应计划当然也没有了。如果说因为这个南海学院这个地方过去也有黄光展在这里就大这个大海花这个大南海计划，后来这个整个太困难了，所以就无疾而终了。的确是这个地方相当多的单位在要支持，要整合是的确很困难。其次呢，这个地区就是我们讲历史博物馆前面这个广场，事实上在这个整个南海计划在这个大的计划里面，它是一个孤岛一样的。它前面靠南边捷运工程已经整个开发了，东边的部分呢，这个它捷运工程也做了一个捷运站的地方也开挖了。它在靠北面呢是池塘，哦，也一个荷花池。然后在东面的部分呢，事实上这个我们讲这个科学馆还有这个新医院都已经开挖了。事实上我们可能需要请这个刘教授，就是过去开挖的一个经验，实际经验，我们来判断这个有没有重要的东西，事实上都可以炸估，大概可以做的。那如果再经过更神秘的、更审慎的这个开挖的话，他会发现更多东西。那我想这个是开是否允许开发，跟我们是否要开发是两回事。那至于应计划，这个我想，这个整个这个历史博物馆，它是经过不断的增建，它从日据时期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它当然将来那个所谓的展示馆，然后到把它改成一个画廊，然后又改成现在已经我们他们现在在这个修建过程里面，解体过程里面发生无数次的一个修建，
所以他现在空间是 不足，是我们讲也知道的。那他这个上面的空间并没有学，因为是被指定为历史这个古迹，所以呢他又不能动，不能动。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展示设备就是需要，比方说一个载重量都是不够的。他这个地方是实际上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展示呢，是需要有一些空间。那我想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未尽数，所以因计划势必要修改。哦，我们讲因计划包括三大部分，一个就是说它还没有开工之前，它先有因计划，然后照这个计划做，它施工时候必须要变更，因为古迹在施工过程有一些可预知的因素，必须要变更。第三个，等到它完工以后，又是一套，那完工只有因计划，那我们要再重新再审。所以我想这个因计划在过程里面还是要不断的修正，符合现有的法规。那如果说要他重新制造，那等于是缘木求鱼，不可能的事情。他建筑法所有的建筑厂就几乎都没办法适应，都市计划法也没办法适应，土地它已经使用超过了80%-90%，那怎么可能不适应？所以它是势必要走这个情况。所以我想今天讨论，是不是我们把回归到问题的症结，到底许不许他做这个考古发掘而已？到底以后要做第二次或以后进行计划修正，这是势必要怎么做这个？好，以上补充，谢谢。好，谢谢谢委员哈，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不过两位，我们今天咨询委员要表达意见的，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官，我这个计划其实我参加好几次的会了啦。那我想基本上这个发掘计划书修正到现在其实相当完整，方法也很合理。我个人是觉得可以同意刚才刘教授所说的暂行通过这件事了。原因是这个至于程序，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整个的程序是否合于文字法第57条第二项以及文字法施行细则第27条哈。当然是要由主管单位来做一个审定嘛。那至于说，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审议会恐怕要先行通过这个，就是依据27条第3款的进行抢救发掘这个决议啊。那我想要这个决议的前提是要有一个专案研究嘛。那2000年2018年的这个专案成果报告。